来，修仙那不是封面的说话，我不知道说什么了，真的。日本你应该看过很多啊。日本的话，日本看过很多，是真的就是比较非现实的，因为他现在就在我们眼前的。这个是议员拍的吗？吉科？哎，是的，在你家浴室吗？哎，没错。难怪会生气。议员哥，我明天我不相信你什么都没看到，吉科。哎，其实，在拍摄过程其实是还蛮安全，而且周围两侧都还有彩妆师，还有女助理这样子。是，他是真的就没有穿衣服？哎，其实是有穿的啊，他有穿的，有穿有穿一条内裤这样子，有穿一条内裤，只有内裤哦，西字裤。哎，不是。是哦，真正的内裤哦，真正的内裤，对，我把它整个内裤给修掉。哦，哎，他这张照片脸看起来还蛮像许茹芸的。哎，有，有没有肉感许茹芸？这样我们感觉许茹芸怎么？对，请问 Kitty 专辑的封面？对 ，Kitty， 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会开始拍这样的照片？有身材就秀一下。哎呦，那男朋友，你刚说你有男朋友吗？有，他是鼓励你的。他觉得作品出来是。不要闲湿哦，不要闲湿。男朋友在哪里？没有在。刚一直我也是小心啊，男朋友请来、哦、来来到现场一下。男朋友，小心走开，小心走开。好帅哦，胡须章，胡须章啊。对啊，好壮哇！这个，请问一下，男朋友贵怎么称呼？Mike，你看到 Kitty 这样的照片，其实是也是你允许才去拍的。对啊。哦，你觉得没关系？还好，你觉得还好？跟你们看那些男大生都已经呼吸困难了。嗯，我觉得他有他自己敢秀身材就好了，对啊。哦，所以你也不会去想太多别的男生是怎么样看他的照片。我觉得。无所谓，大家喜欢看就表示他长得还不错这样。哎呦，很有自信，很有自信。可乐，你要跟他说什么吗？我觉得那个你肚量好大，要是我女朋友拍这，我应该会气死。不会啊，我女朋友拍真的吗？很可惜，她不是你。对啊。拜了。好，先谢谢我们的 Mike， 谢谢。好，原始照片我们看到就是没有修掉的那条小裤子。哦，对，其实有穿内裤。所以截至目前为止，尺度最大应该是 Kitty 了。对 ，Kitty 这个只剩下 Fifi 跟他 PK。来，我们请揭晓。大学生菜鸟摄影师，作品好坏两样情。好专业哦，专业一百，怎么就专业起来？他的眼神都出来了。哇，这个好像，这个哇，算是。大学生了没？只剩下 Fifi 跟他 PK。来，我们请揭晓明传大学商业设计系的 Fifi。哇，走遍真的 OK 的啦 ，OK 啊，不错。对啊，我们看一下 Fifi 的相簿好不好？Oh my god！ 展现自己的曲线美。哇，嗯 ，Fifi 所拍摄的性感照风格，大多都是走日系辣妹的感觉。看她的 pose， 仿佛就像日系杂志走出来的 model 哎。这样看起来，兜里是唯一一个这个比较面墙壁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四位的表情都非常撩人。是 ，Ken 哥，没有错。你一路冷静到现在，你要不要来发表一点评论？其实我觉得这个 Fifi 的部分呢，我是觉得他带有的遐想比较多，因为你想想看，跟第一位，不能这么说，只能说这张。这张照片呢，就是给人家的感觉呢是比较有联想力的。哦，像 Nico 这一张呢，是不是？就算呢，他这个手完全张开，大字型的，他的衣服也都还在。可是 Fifi 来讲的话，哦，你叫他袋子已经掉了。对，你叫他说，你跟他讲啊 ，Fifi， 请举手。哇，投降，若隐若现。对对对，了解。男生真的还是有脑的，你们还是有用脑筋在看这些照片。当然了，拍谁拍谁。对啊，不过想问一下你们四位哈，就是说你们放这个照片是会吸引哪些特别族群？会不会？几乎都是男生，或是部落格都是男生在留言比较多。会不会反而造成困扰呢？比如说留言的可能都是比较有没有人对你们留下很猥亵的那个？有。真的吗？来，一人讲一句你看到最猥亵的 ，Nico 说好想吸一口之类的，好想吸一口。哦，兜里猥亵的、哦，是有问我说要不要那个，对，就是
给我钱，然后叫我帮他那个。哦、哎呦，那是多少钱呢？有分很多种哎，都是会有留言，就是说要包养你，给你多少钱，然后也有那种说叫你帮他，或者说跟他一次，然后。那这个对啊，含到最高大概有到，就是有说一个月给我200,000啊，哦，太少，然后叫我一个礼拜陪他一天。哦，那都已经出得起，对，一个月工资四千，大概吸引的族群都是，应该也是男生吧。可是我比较少遇到留言的，可是就是拍照的时候，就是摄影师，就是几个言语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他没有，他很正派，嗯，对，就是有那个觉得有骚扰，觉得被言语骚扰，怎么骚扰法？譬如说他讲什么？就拍照拍到一半，他可能就说：“哦，我受不了了。”然后就放下相机，然后就这样转头走去，这样。然后我当下，因为那是拍内衣，就是帮厂商拍商品的。然后我当下就觉得说：“那我现在是等着要被强奸吗？”可能只是想要抽烟呢。对，太久没抽烟了。没有，他后来还有坐下来就跟我讨论，他就讲说，就是他说我的表情会让他就是受不了这样，所以他必须要休息。B B 呢，有碰过什么骚扰的吗？骚扰哦，应该就是外国人吧。哦，对啊，他会吸引老外。对，老外会喜欢你。对啊，就是老外很喜欢对我，就是很多言语上骚扰跟肢体上的，跟实际上的，跟肢体上的，肢体上的，对，就是出去 party 的时候碰到。对对，就是去 pool party 的时候。嗯，对啊，然后就是老外就是看到我就哎眼睛一亮，然后就然后马上就凑过来，然后一直很亲密的对我做一些奇怪的动作。就是这位吗？对，是他。哦。那你没有把他推开吗？哦，所以老外就派，就是他，我第一次看到他都叫我老婆。哦，对，然后拍照一直要想要跟我亲亲什么的。对啊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像他们这样的美女，而且又如果穿的比较少，真的会引来很多的苍蝇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嗯嗯，今天我们到底大学生要跟他们学什么？是的，因为今天呢、啊、看了这么多性感照之后呢，我也想要问问看我们的男大生啊，想不想成为性感照的这摄影师呢？请按圈叉。嗯，啊，都是圈，好，怎么样 ，Benny？ 讲啊，其实我在这平常就蛮常在拍照的，对、啊，一直在拍。对，然后我想说，不如转行好了，不要再录影，我来拍这个好了。录的我真的就是心痒痒啊，我也受不了了啊，你也受不了了。梁武帝嘞，梁武帝不想啊，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除了 Momo 以外，其他是不是？我不敢，我不敢。你最近啊，我不敢。你不敢，对，我不敢，因为默默不准。没有，梁武帝，你先模拟一下，假设你就是这个摄影师，然后眼前的就是比如说四位辣妹，然后你要跟他们说，嗯，就是那个衣服现在先脱掉，因为他们要穿比基尼拍嘛。那你要跟他们怎么讲？因为平常你都是用避下，避人，避人呢、啊？避人。好，你要跟这四位讲说，请你们把衣服脱掉，你要怎么讲？待会我们要拍比基尼，请你们把衣服脱掉。猥亵，怪怪的，笑容带太多了，他自己有点害羞。嗯，不过我们要问问看我们的吉科大哥，就是听说在这个拍照的过程当中，有很多女生就是有很多夸张的行径，是不是？其实在拍摄之前我们都会做过蛮多的沟通，比方说他的尺度到哪边，及他想要的风格，甚至我会拿一些 layout 去给他们做参考、甚至他们认定之后，我们就以这个方向去操作这样子。嗯，是。那会不会有自己越摆越嗨，越摆越进入状况了？对，绝对会有。因为